大哥，恭喜你又获得了世界吹牛锦旗。大点声！恭喜大哥获得世界吹牛锦旗赛的冠军。大哥，请坐。Round one, fight！ 说句实话，要不是你请我吃饭，我真不出来吃饭，因为以我现在的身份，都很少亲自吃饭，嫌累。啊，大哥，那你咋吃啊？插胃管，一步到位，一点都不累。再说了，吃饭也不上这种破馆子吃啊。昨天中午打飞机去的法国吃的午餐，又打飞机回来接着睡午觉。啊，大哥，你这打飞机速度挺快呀。啊，这也太能吹了。师傅，你出嘴吧，你赶紧把它给我吹灭了。哎，师傅，我隐退江湖十几年，金盆洗嘴不能说话。那是为啥呀？我怕熏着他。哎，大哥啊，啊，你听说过愚公吗？愚公？你说的是那个愚公公吧？我真是听不下去了。你什么你？你磕磕巴巴还跟我俩呜喳喳比比划划，别过来扯犊子，滚犊子！师傅，他让我滚犊子。老妹儿，想吃啥随便点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。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俺就和我亲女儿一样。哎呀，老头痛快痛快嘴儿，大哥拉倒吧，出来玩为的就是开心。说的对。今天大哥要带你大吃大喝，老板娘，哎，给我来4个大腰子，烤嫩乎点，烤老了可不好吃。放心吧，4个腰子带血筋儿的。老板娘，哎，给我来8个生腰子，别烤，我来盘辣根儿，炸辣根儿吃。哥。这腰子生吃啊，这味道不骚吗？就爱吃那个味儿，那叫刺身。大哥啊，你老吃这个嫩腰子，那你身体岂不是杠杠的呀？那我身体杠不杠杠的你可能不清楚。啊，我跟你嫂子至少一炷香的时间。哇，师傅，你老吃这生腰子，你身体咋样啊？2个时辰啊，我要是一炷香，他媳妇儿不满意。我媳妇儿。哇，哎呀，老头痛快痛快嘴，大哥，拉倒吧，咱出来玩为的就是开心。既然出来了，咱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吧。说到开心的事儿。得说到我的买卖，咱们衙门里有人，前两天衙门呢要盖2座假山，价值2亿，老哥我拿下了。是吗？大哥真牛。师傅，到你了，灭了他。工程2亿工程根本都不在话下，看着没有？门口这2个大山，大行山、玉屋山，这俩山搁咱门口挡着太费劲。明天给他移走，省得来回绕弯走费劲。不玩了行吧？哎，大哥，要不咱俩换个地方吃吧。说的对，换个地方。老板娘买单。来了。大哥，要不我来吧。你来什么来？我来买单，你别客气。哎，我来吧，还是、哎、我来吧。我来。哎，我来。你俩到底谁来？我来吧。喂、哎，哎，我来。哎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我来吧。喂、哎。师傅，咱赢了。看来呀、啊，咱们在这吃也没啥意思。嗯，
换个地儿吃腰子去。啊，行，老板娘结账。哎，来这儿吃饭不用结账，签字就好使。哎呀，我签字好不好使？哥，你是说要移走这两座山不？对呀、啊。好使。不好使，电我给他砸了。是。签字。看好不好使？好嘞。这张是你的。怎么还有我一份呢？我留着啊。衙门还有一份呢。怎么还有衙门一份呢？你自己看看吧。凤凰山、玉屋山、动工工程。这两座山啊，总挡我们家信号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能移山吗？移吧。小娘们，你玩阴的。让你一天到晚吹牛，歪。哎。徒弟，嗯，拿勺子，干啥？拿勺干啥呀？挖山。越过山。哇！